品尝到我们高雄好喝的饮料，对不对？对哈。看到你都会很紧张，我也很紧张，小鹿乱撞，紧张不要那么紧张，对。刚刚吃到我们高雄哦的美食，还有饮料，对不对？觉得怎么样呢？好吃吗？这个高雄很有名的奶茶哦，高雄很知名的奶茶，所以我以前的高雄很热。以前很热，对，前阵子很热，但是现在好，天气很好。我的星期天，高雄天气一样的好哇！现在的心情跟高雄的天气一样好，尤其喝了奶茶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看到大家看到你都心情甜甜的。那另外有对我们高雄的印象啊，有走走逛逛吗？对我们高雄的印象是什么呢？高雄，其实我第三次来高雄，很高兴。我觉得在釜山跟高雄很像，釜山跟高雄很像，所以我再来很亲切。还有高雄人很热情，很热情，对，尤其对你特别热情。谢谢。对，那第三次来到高雄啊，那这次天气比较凉爽，有预计会要想到哪边走走吗？我们高雄这边。对，现在有出门，我爸爸说，其实他还想去高雄的很多地方逛逛，但是因为可能时间比较压缩。好，那推荐一下，推荐一下，期待呢，下次多会多留一点时间哦，在我们高雄走走逛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多慧。那我们请多慧先回座，再去掌声，谢谢乐天女孩多慧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邀请。